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1集，今天给大家做试戴精选系列里头这款狂飙。那么我在网上呢捡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价格，不到台币1000吧啊。那么这个价位的话呢，可以说就是美版的那个配色版本的在打折之后的一个价位了。那我当时呢对于这种重涂颜色的话，其实都会观望一下。然后这一次呢，我会强烈的推荐说如果你还没有入这个模具的话，我个人建议你这款玩具不错，你可以买。但是呢两者的话呢，因为目前两个的价格，它的话呢已经是 Voyage Class 打折的价格了，我强烈会建议你干脆买这一个理由呢有几个。第一，它多附送了一个这个目标战士 Night Stick。那么这个 Night Stick 的话呢，它可以变成一把枪。这个模具可能大家都看到烂了啊，你就网飞配色啦，世代精选系列，只要有变成枪的目标战士都是这个模具，所以我也就不再多提这个家伙了啊。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配色比较 OK？ 第一个，好看是一回事啊，它有一个多了一个贴纸。像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这个狂派标志的，然后这个上面这些点缀都是贴纸的一个功劳。那我现在是觉得有贴纸的玩具呢，感觉复古的玩具的一个 feel 比较好。那它上面有几个没有用到的贴纸是怎么回事呢？有两个比较大的狂派的 logo 是要贴在这个地方两侧的啊，但是呢已经贴上其他的贴纸我就不贴了。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则应该要贴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已经有印上去，所以我也就选择不贴。然后贴纸所增加的效果呢，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在这里，原本橘色的透明部件，然后上面这1234片啊，让它的整个一个驾驶舱好像有一个发光的一个感觉，甚至有一个流线的感觉啊，往前飞啊，这个甚至这个地方都是一个线条速度线的感觉。所以贴纸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有加分的。再来是它增加了武器的一个特效键，以及呢最关键的呢，这两者之间看到吗？上一期我在做闪电的时候，有朋友发现了这个地方黄化的非常厉害，翻过来的话呢这里也是一样的。那包括这个飞机的头部应该也是本来是没有这么黄的，然后就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你就算是放在盒子里头全新，它很有可能都会产生一个黄化或是怎么样，反正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结局了。那你相比较之下，这个配色我相信它应该是不会黄化的吧。所以说呢，在玩具的保存上面，以及你就算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深紫色还有这种铁灰色的翅膀看上去应该是比较酷炫的。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分色是不是有点怪，你看它本来应该一体成型是紫色的，但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变成铁灰色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但是我个人的话吧，以这个会黄化的这个结果论来看的话呢，我个人是强烈推荐，如果二选一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会建议你就选择这一款吧。然后这个 Night Stick 这个瞬间让我想到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这一组这个是 Universe 系列吧，这是很久以前属于这个经典，应该是 2.0 时代的一个非常赞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一个 Psychonus。 那这个套组的话呢，跟它的一个设定呢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个目标战士把玩起来的话呢特别有怀念的感觉，个人强烈吧就是这一款如果你预算够的话，这一款目前价格呢也是 Voyage Class 有打折之后的价格，台币大概1000左右。然后这一款可能比较难买到，如果你还能够看得到的话，这一款也就不要错过了以狂飙的玩具官方所推出的模具来说的话呢，因为我的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呢，近期几年的话可能有这个泰坦回这个合体战争的时候是有一款了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印象了。以官方来说的话这一款非常优秀，可以考虑入一个吧。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狂飙的变形过程首先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呢，先简单的把它给收起来。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习惯从这个地方解开这个部件呢，翻下去之后反折上来到这边，这里是一样松开往下翻，然后呢这个部件推上去反折过来到这里这里一样记得推上去。再来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从侧边推开，这里从侧边推开，这个卡扣的话呢是比较紧实的，就把它给这个推开。然后的话呢，手的话呢把它给翻出来，翻的时候呢推着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紫色部件这里推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做一个翻转啊，转错方向呢就会转不动啊，所以就不用担心会转错啊。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看到没有，这里是裂缝在这里，我们就朝这个地方把它给掰开来转过去到这里啊，手臂的话呢胳膊就暂时到这了，然后两侧这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翻成这样子。再来我们把这个腿的话呢就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往下折一点啊，这个地方锁骨就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呢先打开好了，然后呢腿的话整个给拉直，拉直之后啊掐住这里往下一压，然后再往前面折一下啊，把它的这个部件呢折成一个90度这样子过来，90度，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变形方式。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把它往上推上去，脚底板翻出来，这个部件收进去，脚合上，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就 OK 了。这里是一样，整个拉出来，然后捏住这里折一个90度的一个角出来，然后呢脚后跟翻出来，这个部件放下去啊。那么呢这个腿的部分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这个贴纸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看有一些影片它是贴在比较靠中间，但是我贴错了，我贴到比较靠内侧，我觉得应该是要靠中间一点，但是我不想再把它撕掉了，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呢这个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做一个翻转翻转，先不翻也可以，翻到一个侧边也行。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先把前面给打开，然后呢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可以打开，两侧都可以打开，这个头的话能够翻出来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把它整根部件呢给进行一个收纳啊，收纳的方式也是很简单，你就看得到的都把它给打开，这样收进去，然后这里的话一样打开，利用这里啊翻进来之后再往上反折，这个地方反折进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收纳方式。整个都收完了就把它给藏到肚子里头，这个部件盖上来，这个地方也盖上来，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整个大回旋上来了，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呢把它搓到一个位置上面，这个地方就可以扣上去了啊。到这边相较于原本模具的话呢，这一款的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啊，我感觉比这个美版的大货呢稍微松一点，稍微松一点啊，你明显能感觉到它比较松，但是也不至于说到完全举不起来，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本身旋转而已，它并没有去有一个齿轮关节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啊是我觉得比较糟糕的。其他的话呢在变形方面呢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的就是我们这一款世代精选系列 Cycornus 呢，等一下我看这个脚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90度如果没有打好，两只腿会没有一样长，是这个模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毛病，把它给完全站稳好了。好，这是它的一个完成变形之后的形象。那它的这个目标战士的话呢就也是很简单了，就随便掰一掰吧啊，从这个地方啊有个凸跟到那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既然已经附上了我们就把它给变形一下。然后这个手是怎么变，好像是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这里扣上去。好，那它的特效键的话我们就把它给安置上好了，这个看起来有点小猥琐的特效键。那因为它本来就有附，原本就已经附一把枪了，所以他现在就会变成双枪侠啊，那我感觉是有点小小多余啦，小多余。但是呢看在呢你虽然多了，但是你价格也没有增加，目前看起来它的价格啊是没有增加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配色的话呢，连脸都变成了金属的一个铁灰色，看上去更加的邪恶，眼睛的一个红色就很明显，包括他头上的这个兔耳啊，这里应该是说他身上的这个铁灰色我个人觉得都是很赞的。那你反而是跟这个目标战士这个塑胶的颜色就有点格格不入了，对不对？然后看一下背后，这个背部也算是干净，然后这个贴纸啊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对造型有一个加分的，你看这个就不至于说整个是很暗的一个紫色，有特效这个掉下来了啊，算了，这个不重要。所以说我说觉得这一款的一个贴纸啊什么的在分数上面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的。那我们就也对比一下，这个是美版的一个配色，当然我没有说一定它比较好看，但是我个人是喜欢这个配色。那整个玩具再加上这个吧，一起三个人同台好了啊。 Cycornus 的玩具呢好像也都一直做得不错吧啊。那这一款它的一个强大的优势就在于说，美版的大货呢它这个地方是会严重黄化的啊，没想到间接的呢帮这款玩具呢加了很多的分数啊，特别是它本来就很优秀了。我今天一直夸这个玩具啊，你应该就知道
我对他的一个喜欢还有推荐的程度了。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